我一直在想如何踏得更稳固。在并购欧洲、日本等公积金大厂后，有效整合研发资源，以提升产品竞争力，一直是友家持续深耕的目标。 3D 设计分析与数据管理，让品牌实力跃升全球领先集群。透过 Autodesk Inmet 的建构与实践，搭配 MOUT 与加解密等系统的规划，符合人性化，更具有效益。大众资讯的顾问服务团队能帮助我们在工具机运用的均衡与稳定，更精确踏出每一步。我一直在想什么方法动得健康。友家面对大环境的竞争，将不时调控与提供创新方案，选择正确的应用工具以及合法取得授权是公司面临到的课题。软体订阅趋势让我们积极重新规划策略与调整预算。现今地球村的零件系让品牌竞争较为薄弱，有加多元的应用 AR/VR 技术来开发虚拟工厂产线运行之互动，与客户身临其境的参观体验，给我们一个创新的未来愿景。我始终在思考怎么跑得更长远。关键技术是友家自主研发的重点。自2017年开始，友家产品已朝高阶、高值、大型复合化发展，尤其 U600 五轴的推出，在市场上更获得客户青睐与肯定，陆续开发出符合市场的五轴系列产品，其中 U800T 更是代表友家实业获得2018年台湾精品金质奖，更获得国家品质奖与智慧机械金质奖三大奖项，是业界唯一。友家深耕工具机产业长达40年以上，一路历程走来，大众资讯是我们最稳健的伙伴，着实给予最好的技术能量，一起成长茁壮。现在友家已拥有60位研发、设计与技术工程师，横跨多国，超过100个技术专利与奖项。秉持着企业永续经营的理念，培育下一代专业人才，为创造更多辉煌纪录前进。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，也是友家最安静的实力。